烧烤大哥，来，挂米粉，哇塞，啊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骑驴访赛送外卖，不便宜这房子。所以爱，涨涨。好的。天下老炮是一家。妈妈可以做爸爸。世界那极乐。到马六甲了，来马六甲怎么能不吃云吞面？看人棒哈、啊！哎，从我们这公寓能看到一个马来西亚本土联赛开打了。然后这观众席上还好多观众，我们一会儿下去看看去。嘿，这感觉真不错。哦，从我们住的公寓往下看马六甲的体育场。后面应该正在举行一场当地的足球联赛，我从这儿就可以不要门票，然后一览无余。听着穆斯林晚上的诵经，有这个方向的，这个方向的，还有这个方向。看到这边花花绿绿的，这边是夜市街，那边是机场街、老街、Old Town 那边。哇，正在举行一场联赛，假设教练组给急坏了。哎呀，正好我们一会儿下去溜溜弯，看看是个怎么回事。马六甲 My City Walk 开始了。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公寓，第一个比较明显的 location 是老四饺子馆，前面就是国际大品蜜雪冰城。马六甲真香，在外头吃火锅呢，这是闻着香啊。我看看哈，我看看。感觉应该是挺有名的店吧。就是火锅，杀爹串串。哎呦，你看这人排的。Oh my god！ 去。What the fuck！ 现在可是晚上十点了，还竟然在那排队。哈哈。啊，杀爹串串就跟咱那串串香似的，但是它那个锅底是杀爹的，然后那倍儿小，看那个小锅。City Walk 第一站是刚才我在楼上看的这个体育场，来近距离在看台上感受一下马来西亚联赛的感觉。这边球踢的晚是因为啊，他们有很多这个穆斯林选手，他们得晚上八点来钟做完那祷告，还得吃完饭才能过来。所以现在都十点多了，他们这比赛才刚踢一会儿。然后看台，我看好像也是免费的，去上去看一看。这是他们本地的球迷们，哈哈。啊，看上面还是有一些观众在，估计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高级别的联赛吧。瞅一瞅，看我身后这边还是有一些球迷在的。然后刚才那位老铁，我也是球迷，那我们今天是个队员，骑着摩托车来了。然后现在教练的安排的，估计应该是唯有重任。像这种的，一般都是球队里踢得好的，你知道吗？不慌不忙。可大家看过那一球成名吗？那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当地的一个应该不是很高级别的一个联赛在踢，因为他确实是有观众，然后再加上裁判组，然后那边还有马来语写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标语2024。哎呀，祝马来西亚的足球事业越来越好，也祝中国越来越好。进攻了，进攻了！哎呦，哎呦，进了！哟，这儿换人了，我怎么感觉换女选手上场啊？是女选手吗？啊，不是，是个漂移哥。这些都应该是这些球员的座驾吧？逗死了，全是骑着摩托车过来踢球了。
我们从足球场出来，准备开始长街夜市。好家伙，这有多长？看我身后这边，我的妈呀，这得到多远啊？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妈呀！我后面有一个当地的潮牌拖鞋品牌。哇，真的好多好多人，看不到头，这挺逗啊！这是合影吗？好像是提车成功，挤进一辆车。当地的这个小帽子，我想看，我想看看试一个。我不知道我戴什么尺寸的合适。Can I try? Can I try? Can? 我试一个，我试一下，朋友们。有点这意思吗？有点这意思吗？China. China. Is this okay? The fit?感觉了啊。Can you teach me one word? One sentence, like I'm a local. Okay. Salam. Salama. Salama. Ali. Ali. Layan. Salama Ali Ali. Layan. Oh.Terima kasih. 问你信不信我戴着帽子去景区门口买票，对吧？我给的钱我都不再说话。这夜市最出名的是等红灯。好，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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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个主唱很有欧美的韵味啊。逛累了，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老乡便利店。卖的水果，菠萝、西瓜，还有什么哈密瓜吗？都是一码币，不便宜。贼酸。Is it spicy? Try a little bit. Okay, okay, okay. 老大哥教的。不，你知道这是啥吗？嗯。话梅粉。话梅粉。啊，就是话梅味道的。酸不酸呢？特别酸，但是它中和的这个甜味吧，还挺好吃。墨藤 work， 墨藤 work 就是墨藤步行街嘛，这儿就比较清静点儿，对，休闲一点。哟。挺有样儿啊，虽然听不懂吧，但是我觉得音乐是国际交融的。哎呦，这嗓音，可以可以可以。Morton Work。哎呦，这水漆还挺漂亮的，围着一圈儿。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这都是谁。Hello。Yes。Anything I can？ 哦、oh, ，English English。哎，不对，这也不是 English 啊。Oh, okay. Is it English? No, Malay. Malay. I cannot understand.
it's okay. I'll translate for you. Or you have like some rice and some vegetable and chicken together? Like, yes, yes. One. One. Okay. Is this barbecue? Yeah, barbecue. Chicken and beef. Chicken and beef, right? Two chicken, two beef. Okay, that's enough. Okay. You want to take away or eat here? Here. Okay. You want to see outside? Can I see outside? Yes, yes. 这是我的烧烤大哥，看他给我料理两串鸡肉串和牛肉串，看味道怎么样啊？挺快哎，这是一炸鸡，然后圆白菜，这是什么？菜心炒饭。我姑说是有股蛋炒饭的味儿，我先尝一口，替大家。哎呦，快蚂蚁进来了，快给我出去！哎呦，估计这应该还有，但是我就不找了。别找了，吃就吃吧。都是高蛋白。对，都是高蛋白。尝尝啊，是有点辣吗？是胡椒，不是白胡椒那个，它不是那个辣椒。是不是蛋炒饭？不错不错，嗯，就糊不拉几的蛋炒饭的味道。对对，就是那种。嗯，还可以，还行。嗯，这一份好像是6马币，9块钱人民币。嗯，可以，还行。他这就是拿那种沙爹料腌的，腌的发甜。来吗？你看，哦，鸡肉好吃，可以吧？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可以，也不贵啊。1块钱一串，能吃多了。嗯，1块钱一串，可以。都舒爽了。这后头还放着电视剧，那是纯老乡家的这个，加上香料的，真好看。这每家的小住户，然后楼顶还弄了一个大马的国旗，真好看。刚才我以为这个是坐游船的，实际上这边也，这个船也是这边的一个交通方式，有很多的停靠的站是水路的。呜呼。这就是他们这儿的一个代步工具，几马币。真的是到周末了，朋友们，我的妈耶贼堵车了，哇，夜里12点堵车，12点堵车了。哎呀，不愧是旅游城市，前面还挺热闹，你看，等于回到那个夜市了嘛，等于相当于是，哦，这是这头开头的。对，不是，这还不是开头，得到那头呢。那头啊，这是中间一小段，就是唱起来了。哎呦，真 happy 啊！他们说这么嗨，喝不了酒。你说这年轻人，哎呦，我的天哪！我们又回到了刚才那个夜市，又是其中的一小段，好像这个夜市啊。据我从地图上看，好像得长个2-3公里，巨长巨长，蔓延整个这个市中心的好像一条街。都说啊，天下老炮都一样，天下老炮是一家。然后天下朋友也是一家。看我身后这一条长街，还有这边 ，Oh my god， 到处都在唱特别好听的音乐，然后美妙的歌声，真的。12点多了，快！都是带着孩子过来吃饭的。咖喱云吞，咖喱云吞薄饼，啊、给买俩。薄饼咱可以看看。薄饼是不是关了？我看一看。哦，不是，他们这是吃那个小份的那个，比如说什么豉汁排骨，那个蒸饺，对，就是金鼎轩的那个港式的那早茶那感觉啊。嗯，yeah.
我的天呀，朋友们，现在快一点了，我身后有一个天主教堂，这点在唱，好多人，我的天哪，哇塞，我拍一下啊，哇塞，朋友们，12:01，神不神奇啊？这是教堂，前面是一个庙，在那边是那个清真寺，然后夜里头搁这儿12:00啊！天哪，唱的我都起鸡皮疙瘩，有点儿。挺神圣挺庄严那感觉似的，哎我的天哪，哎呀他们今天晚上没出来后悔死了，这真是没少看有意思的东西。世界纳姆奇特，老杨在这儿呢，我们已经到机场街了啊。这供奉的是何方神圣？观音菩萨在右边，左边是福德正神，中间这个黑的是张公圣君，雷御史，五雷法主，荡魔将军，张圣君。这个机场街给我的总体感觉啊，就是充斥着华人文化和华人色彩的这么一条悠长的步行街。健美先生是这儿的拿督，应该是或者当年的一个拿督，建立的这个机场街。应该是这个意思，文化坊创办人嘛，一个拿督，世界先生、亚洲先生、马来西亚先生、马六甲先生、马来西亚健美之父，他还是，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大概名字呢叫甘榜吉宁清真寺，它很像这种华人的风格。这个颜色真的是纯纯的那种蒂芙尼蓝的感觉了，而且是非常有华人的这种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同样门口还是会有这些可供您穿搭的一些衣服，以保证您拥有这个 dress code 可以进到这个清真寺里面。这边我记着啊，屏风隔开的应该就是分别这边屏风里面就应该是女士待的地方啊。这还有一个应该是洗礼自身的一个小池子吧。哎，这边开始就是墓碑了吗？是墓碑吗？可这上面没有什么文字啊。哎，这有点意思哎。如果大家要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吗？这个是墓碑吗？可是也没有什么墓志铭啊这种东西，而且就这么放在这儿，像玻璃和水晶拼凑出来这种感觉一样。Only this mosque, masjid, have this one. Oh, really? Yeah, only. And in Malacca have three traditional. Masjid Kampung Hulu de, and Masjid Tengkere. We believe Muslim, the after day, have life. Go to paradise. Paradise, yeah, paradise. Go to heaven, go to paradise. But there is no name and anything on the, I don't know how. No name, because this long time ago. Long time ago. 300 years ago. Oh, 300 years ago. So there's no name and... No name. Nothing on it. Because for generation, yes. There's no name.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in. Ar-Rahmanirrahim. Maliki Yawmiddin. Iyaka na'budu wa Iyaka nasta'in. Ihdinas siratal mustaqim.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الضالين Where is it? Yeah, in Mecca, this. The Makkah.
Saudi okay, Arabia. Okay. Next Saudi Google, Arabia. Saudi Arabia. Okay. Saudi yeah, Arabia. Beautiful. They Mecca. My, okay. Okay. Ah, understand. Yeah, yeah. Mecca yeah. in Medina. Yeah, yeah, yeah. Okay. Yeah. Understand. Understand. Now you young. 买家朝圣。啊。Allah Akbar. Allah Akbar. Allah is greatest. Oh. Okay. 感谢真主，感谢阿拉。哎呀。Success. Welcome again.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中东大枣。大蜜枣，这大蜜枣特别甜的，这种的，非常好吃，真的不是说齁甜，它里面像是豆沙夹心那种感觉。是谁呀、啊？布里奇。这里这个是马来王。马来。马来西亚的以前当奴隶的王。啊，王。哦。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 king king 奴隶是在马来马六甲。啊 ，OK OK OK。OK OK OK。哦。哎。啊。躲躲雨，看看我，看看我。Oh my god！ 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Oh my god！ 我们要安利一下大家，就是哎，快看一下，这就是娘惹服。好美。娘惹服。这个簪花很好看，泉州簪花。在哪儿呢？就是小姐姐的那个。这是什么东西？是泉州簪花。是干嘛的？也是娘惹服吗？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今生簪花，来世漂亮"。什么意思？就有一句话，就是最近簪花不很火吗？啊、然后大家就说一句话，叫什么？啊、今生簪花、啊，来世漂亮。今生簪花，来世漂亮。对。哦，今生簪花，来世漂亮。我也是要说吗？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说的。好的。美美就好。今生簪花，来世漂亮。谢谢谢谢。今生就很漂亮。阿巴卡巴，大家好哦，这里是你德老杨啊，还有两天啊，我们就要离开 Malaysia 了。然后今天晚上呢，我带大家 City Drive 一下，在 Malacca。然后我们看看，今天是周日嘛，周日的 Malacca。晚上9-10点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夜景，我尽量固定住它，不让它那么晃动了。就比如大家能看到确实零零散散的人和车，你看像这条街上感觉就没人，有这种感觉。第一个是明天周一大家上班，第二个就是是不是现在还不是一个旅游旺季的时间呀、啊，还有就是白天我在机场街看到的那么多人，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都在哪儿玩耍呀？如果马来西亚的朋友们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可不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下，我还挺好奇的，因为白天机场街真的是人头攒动啊，那些应该是很典型的一个游客吧。哦，朋友们，我身后这个竟然是警察局，蓝白相间的，啊，跟他们制服还比较统一。然后把车停在警察局对面，瞬间感觉安全感满满。哇，这是现场吗 ？Live House 吗？我一进来，不懂啊。我一进来就完事儿了。本来人家要歇逼了，我一来人家说拉萨，嘿嘿。You from Malaysia? No, China. Yeah, my friend from China. Just young lady. Right.朋友们，有一种来到了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的店那种感觉。我进来了以后，他们本来已经下班了，然后看到我就说：“哎，你怎么来了？”
觉。太舒爽了，说实话我应该去买点东西，但是确实是开车喝不了酒，但是我以我最热情的掌声以及我的捧场，给他们以最大的支持，我觉得就够了啊。我给我的印度朋友们一些 respect。给我的印度朋友们一些 respect。Yeah, bro, welcome to Malacca. Okay, okay. Welcome to Malacca. Come again. Okay, okay. Come to Dragon on the river. Okay, bro. Okay, Asa okay. House. Okay, welcome to my YouTube. your YouTube channel? Yeah, yeah. Welcome. Okay, welcome, welcome. 感觉嘎嘎去我朋友们，你看他那个船又来了，看到了吗？哇，只有我一个。哇，这个感觉啊，传过来，然后只有我一个 solo sax。The fuck? That's amazing. Wow. That's amazing, dude. You know? Wow, 船过去了，然后我身后有一个。还一个人在写生，哇，这什么新鲜场景，我的妈。昨天晚上我们遛弯路过的这个，哎呀，强强，这家港式早茶店，这个，阿狗，再来一个，阿狗，这个 ，OK， 这是什么？啊，布斯，哦，米索 ，OK。OK 聊 OK 聊，看他这个鱼丸啊，弹弹的爆汁。明天的安排是这样的啊，12点准时出发啊，不能晚一分钟一秒钟。然后吃午饭的话，在这个从去吉隆坡中间的休息区，如果饿了吃。Yes sir。啊。阿玛，好的，好的，就这么着了，12点准时出发啊！好嘞， okay. 好了，好了，好了，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顿正餐，我们选择了马六甲的这家围炉汉堡。在这个 Google Map 上看了有很多的评论，有人专门从吉隆坡下来吃他们家的火锅，还有人从新山北上过来吃他们家的火锅。哦嘿 ，Villa。围炉，它是一家 buffet， 让我们先看一看它的价格是多少。Alright， 48.5马币哦，学生是有优惠的。这里有什么吃的呢？这边是碗之类，好丰盛哎，好丰盛，好新鲜哎，再看看这边，咱们炒一个，一个干辣，一个蚝油，可以让他们给炒。OK， 哦，这是什么？
可以让他们给炒。就是我们自选这个海鲜，然后让店家去加工。桌子上那个小夹子，然后夹在这个。那你给大家这个案例科普一下吧，是怎么样？就是每个桌子上都有一个小碗，然后碗里有这个夹子，是你的桌号。然后呢，你选好东西以后，把这个夹子夹在这个盘上面，然后放到那边，然后他就给你炒了。炒好了。那口味呢？口味在那边选呀、啊，油味儿，那个干辣。还有呢，就这俩口味是吧？还有一种灵魂，就是口味还是种类比较多，是吧 ？OK OK， 然后海新鲜吗？这些海鲜？对，超新鲜，挺不错哈。对 ，OK。然后这边是菜区，菜区。再看看外面还有什么？然后咱们要对，要那个翅膀。我要一个这个，就放在这里。就像吃的鸡翅，需要两个夹子。对，这还有卤鸡脚、红糖。四根你要四根？对呀。看看这里有什么：辣椒、青椒、泰式酱、番茄、辣椒。哎呦，感觉还是很丰盛的。看看人家那种一家人在这边吃的，感觉很享受哎。OK， 它叫维鲁哈帕，高达120种的火锅食材哦，只要48.5马币。叮叮，这个是什么味儿的？蚝油，蚝油海鲜啊。这是什么口的？这是？这没有口，他那画的图片。哎呦，真香哎！这个、对，这个梨酱爆的酱爆，这也是。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晚了，再看一眼美丽的马六甲的夜景，后面还是前天拍的太漂亮的足球场和这个这么好的氛围。还是要特别感谢这几天在 YouTube 上所有大马的朋友，这么支持老杨，非常感谢您的每一次点赞、关注、转发还有评论。下一次大马我一定要再好好的体验一下美食、美景以及一切文化类的东西，一切尽在不言中。我爱大马，真的非常喜欢马来西亚。我们下次见。姐，原来我这张卡不行，得换一张卡。看起来嘎嘎棒。世界上最大的时间图，我也往这儿一坐。唐人街了，摩肩接踵的感觉，跟着老娘一起去探险这个位置。这是188米是吗？无限的词穷。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大家看我那一球成名。OK。OK。哦。OK。哦，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启为期20天的泰国自驾计划。